the lighter reflections dance upon the pond of pure, clean water. The vision depicted in this poem resonates in the hearts of many, and it can be found in Gongguan Township of Miaoli County. 就是刚开始，外面有一个水车，然后里面种种植物，这些景观都蛮吸引我的。进来整个色调啦，好，那就让人家有一点比较接触自然的感觉。现场朋友很适合到这边来玩，因为外面有一些花草树木，它可以在外面奔跑，然后里面空间也蛮大的，有尤其是适合好几个带大家的小孩子到这边来，大家可以团那个联络一下感情。像我们每一个季节有不同的花会开嘛，像现在六七月份的时候就荷花会开，那我们当然就是希望游客能够欣赏到美丽的荷花。那在整个庭园的景致里面，我们融入了很多生态的理念，那在这个同时也希望他可以亲身体验所谓的生态的庭园这样子。